烧酒那是头着咖啡，饮落去社款的滋味，爱你是我痛苦的开始，爱愈深心来愈伤悲，想你想你，困袂去，抱着你的枕头好几暝，我最爱的会香醉味。情是心也会受死，伤心烧酒无情咖啡，只有孤单来饮几暝。今仔是礼拜呢，恁某也无出去外口拍拍照伫厝里。我来当厝里拄啊，甲伊乌目拄白目，安尼足艰苦啊！我毋才出来外口安尼坐咧休困者，幸好你哦下班倒转来困一醒啊！我来倒转去你来。阿爸，我来知哦，这件代志哦，甲某绝对有关系啦。想阿爸，你既然这种想法哦，上少你嘛华仔一日对无？讲来讲去哦，拢是我某唔对啦。我回去哦，绝对要好啊，甲问一下啦。卖啦卖啦，哎，你若果安尼为着我的代志哦，佮从你某安尼冤落去哦。以后哦，我若去恁家住，我嘛袂安心哩。啊，阿爸，不行，咱即摆别讲遮啦。阿爸，安尼好无？等趁这个机会吼，像你来到台北啊，我拢也无好啊陪你对无？规矩出来啊吼，咱规矩哦，我带伊咱四界安尼行行，好无？好，好，也唔过你才上暗班倒转来，啊，你无困就安尼讲等一条。哎呀，这。阿爸，免烦恼啦！阿爸，你别看咧，我看到身体安尼咧，嘿，我是不用的啦。阿爸，如果明仔载休困啦，明吼我当好好啊困啦，啊，我就是好好啊陪你，讲免烦恼就免烦恼啦。阿弟哦，我来去啊。阿爸，行行行。阿弟，哎，一个老的处理全无去啦，啊，即马一个少年的处理也是够胖去，哎。吼，搁知影通转来吼，也毋知影讲我住厝内边咧等甲偌着急。哎呀，阿桂香哦，是你哦？是毋是啊？我是听妈妈吼来看世上病啦。来来来来，坐啦坐啦。哎呦，遐罕行。是毋是？嘿，这是妈地吼，是有世上病，你买啦可以补身体啦。哟，吼。哎呦，啊、我想讲这罐香水吼，是法国的朋友吼早倒转来，啊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安尼啊，法国的哦，哎呦，啊配用遐功夫，啊人来就好啊，安尼，啊够礼数。应该的啦。多谢啦，多谢啦。我随时上班吼，顺便甲伊讲，我换一新的头路啦。安尼哦。嘿，啊要甲伊讲一声。吼，啊这是我的名片。哎呦。够名片哦，佩芳啊，啊你看起来你这头路，敢那袂歹哦，普通啦，吼，拄我去的时阵哦，真青粉，啊，即摆有较熟啊啦，安尼啊，啊，那拢无看到细长辈，哦，阮阿爸哦，哎，伊就讲哦，住在厝的无聊啦，啊，透早起来就想讲要出去行行，遐到即摆都还袂回来咧，啊，袂回来哦，嗯。啊，世昌伯台北阁无熟，敢会行唔着路去啊？袂啦，啊，搁再讲，哎，现都出去甲找啊咧，我看应该无代志啦。我倒一杯茶互你啉啦，哈。多谢。哎呦，啊，你人来就好，安尼哦，早甲遮济，我嘛爱甲你多谢。来啦。林子啊，啊，世昌伯甲玉涵拢无转来，咱来报警察无？报警察咯、喔！哎，你讲你讲，转来啊啦！我甲你讲无代志哩。我来开门哈。
是恁？你说我是来这看阿爸的。看阿爸？哎，就是讲恁奇怪，阿爸平常时啊伫咧，恁拢无爱来看，啊，今仔阿爸拄啊无伫咧，恁大家拢撞撞来啦。小卓，刚刚阿哥有其他。来，哦，我知影啦，你就是嘉言女朋友哦。哎，你坐。无要紧啦，无要紧啦，来坐啦，坐啦。好啦，来坐较乖。坐啦。再坐啦。甘小姐。啊，今天这么拄好，你嘛来找阿伯哦。玲姐啊，哈，我家人叫人来啊，我有代志，我要先来走啊。哎呦，啊，这边要走哦，我爱加坐一下。嗯，不免啦，我看你讲啦，假设长辈讲哦，我有来看过伊，安尼就好啦。好啦，啊无我无留你安尼，啊你先行啦。我应该再来嘞。该，这边啊。你说，阿爸嘞？啊，都透早就出去啊，到即马袂回来啦。伊敢唔讲当时要回来啊？啊，伊也无交代啊。既然阿爸拿一部车啊，咱另外再过来。嘉义，既然咱都来啊，无得卡阿伯等下就回来啊。啊！歹势啊，我爱困啊吼，我入来内底休困。啊！恁大客厅哪等啊？无要紧啦，咱搁稍等一下好无？遮济人。哦，哈哈，阿爸阿爸，有好看无？好看无？真赞！嘿嘿，迄搬戏哦，你爱伫这所在搬才好看。迄舞台啦、布景啊、灯光，哇，拢配合足好，搬起来足好看。阿爸，你也该看吼，另摆吼，我再陪你来看好无？免，看一摆就好啦。戏票也贵咧。阿爸免烦恼啦，迄干那一出仔钱尔，无问题，无问题啦。什么是出仔钱哦？迄恁母哦，在生我上爱看这歌戏，遐你若甲讲这个戏票收遐贵哦，你甲公司也唔相信。阿爸，啊，咱今摆吼，歌戏拢看煞对无？你咧看，时间老早呀，啊，无归去吼，看你去地佚佗，我陪你来去啦。我来看卖，拄只咱看歌戏哦，晚坐两点钟，午坐只，有照顾我要生气。哎，咱等下休困一下。阿爸，你安尼无够意思啦，咱无简单出来佚佗对无吼？啊，你今摆我哩特别转去安尼，阿爸，我看吼，咱趁这个机会吼，咱四处行行，卖遐早转去啦。对啊，我就无想到这点。阿母安尼啦，我跟你讲，我要去佗佚佗。阿爸，我安尼哦，喊你看你这欢喜对不对？过去哦，咱来饮两杯啊，好无？阿爸，不是我咧操蛋啊，阮三兄弟啊吼，我上了解你的胃口。你搞咩啊？阿爸都还没饿到你，你不要去搞起来啊！哎，阿爸，你也跟我棍正笑哦。哎，阿爸，阿爸，行行。出来，来去，呀！小平，阿爸明日嘛不知影当时才会回来，我看即摆时间也无早，咱另外再过来啦，行。嘉义，我看咱都等到这么久啊，搁加等一下无要紧啦。也唔够，根本。哎呦，啊恁还搁迟啊在等哦？我就是恁等呀嘞。小平。那卖等，咱来走。好啦，二嫂，既然阿伯无在嘞，那恁阮另外再过来啦，吼。哈，要走啊？哎呦，俺唔着加留一个啊。
啊，我甲想讲哦，安尼小等要煮一点啊青草，青草请恁来讲，啊，遐紧就要走安尼。安尼哦，小平啊，既然你受一片的好意，咱嘛卖辜负伊啊。回头讲，咱店家永远当做古啊，巴肚嘛枵，归去哦，到老店家和二嫂请一顿。嘉义，唔好啦，咱二家叫了二嫂这么久啊，哪有好意思再麻烦二嫂嘞？别找啦，找啦，别那麻烦嘞。二嫂拄啊困饱尔，即马精神八九，伊煮一顿较青草的，请咱食，这嘛是应当的。二嫂，你讲是？本来是安尼，无唔对啦。也毋过吼，恁阿爸甲恁二兄甲即马还袂转来，我烦恼都袂赴啊。无哪有咧心情通去煮饭，啊而且我嘛菜还袂买咧啊。你莫伫遐假啊！你心情无好，我都煮饭。小姐问下，拄则你心情无好，是安怎我都通好走去困啊？你，哎，我是恁二嫂呢，你有啥物态度啊？二嫂，二嫂阁是安怎？你敢有做人二嫂一款啊？你即卖想讲恁二兄无伫咧？你才来对我大细声？二兄，你莫提二兄来吓我，我嘛无参像二兄迄款个性啊，我则无信你迄套。好啊啦，嘉义，你著减讲几句啊！你哪会对二嫂安尼讲话嘞？小平，你唔知啦，想对付这款人哦，我是要对伊客气啦。你即卖是咧讲啥啦？你敢嘴啦？阮家哦，无欢迎你叫人客啦。笑死啦！我若不是讲要来这看阿爸，我才无愿意讲来这看你的学生。出出去啦，死嘴啦！你敢死嘴啦？出去就出去啊！非得讲哦，我若加留点这一分钟，我就去艰苦。行啦。嘉义。找你开讲的。哦，来，你请。经理，恁的欠债不是办法，你应该想一个方法解决这件代志才对。解决？是要哪解决？叫伊离婚？哼，还是无可能。敢讲你要放弃这段感情是？我即马只有等，我得甲狗仔好，存在会再考验伊对我的感情是毋是真。经理，好啦，卖讲遮有话无，既然来，我来啉一杯。安怎？有啥物见面？敢讲你唔知我讲伊什么啦？啊，有啦，阮囝有见面。奇怪，我看你今仔敢那无啥欢喜，安怎？是冤家，还是为着迄个女朋友？哦，无啦，无什么啦，无什么。我看你就是有什么，替你头拄仔甲我讲迄句话，安怎？你是打算想要和伊分开？经理。因即摆两个拢出出入入做伙啊，我无放弃。我阁会使做啥？出出入入又阁是安怎？假使你若真心爱，你就爱去争取啊。啊，毋过经理，我啊，毋过安怎？
你莫搁着。你看看，人即摆已经娶某生囝，我是无放弃。伊即摆搁是自由之身，你都要去清楚。警察啦，哈！我加班去饮一粒酒，你是咧大声啥话啊？你啊，哈！啊，你还佫有迄个面汤讲，啊，两个吼透早出门，即摆才入门，啊，佫饮到安尼醉茫茫，佫臭酒味甲安尼。我讲你佮渐渐啊讲，饮一粒酒袂使哦，你规天佮细细人在咧念笑话你啊，哈！哈！我甲你讲哦，我生目睭吼，毋捌看过你这查某人，我讲哦，哈！你好摕去动物园哦。去给大家参观啦！你即摆讲啥？你好歹佮讲一遍。啊，讲就讲，我咧惊你吼，哈，哈，我甲你讲哦，我唔爱插你，唔爱甲你计较吼，我是尊重你，唔是在惊你哦，哈，哈，你教我大声喊，阿包你也甲大声落去哈，我是恁阿，我唔是你囝呢哈，我甲你警告哦，你死人性啊，无要改吼，我。你唔酒醉啊！你著卖插嘴，点点卖甲伊计较啦。好啦，今日吼，啉酒醉，我著无要甲你计较啦。明仔吼，我就好好甲你算账。行啦，你爱房间困啦。我要再啉，我无爱困啦。行啦。闪啦！我要再啉啦。我甲你讲，我有插一罐这个好酒，嘿，足补的哦。你做伊啉啦，啉你就死好啦，笑，我爱插你。阿英啦，你袂要插伊去房间？袂啦。好啊，今日就安啉有够醉啊啦，你去房间困。我即马精神当个，我困袂去啦。我即马吼，要来夹这个虎爸母吼，安尼切你离的，我要来甲伊修理一下你。阿英袂啊？你啥物爱食咧？你是不是还搁咧生气？无啦。既然无，啥物爱食咧？今仔我煮的，拢是你上喜欢食的菜呢。我食袂落。我就知影你还搁咧生气。啊，不过我若知影遐尼拄好，恁阿爸拄好无伫恁二兄因家，其实我嘛是一片好意啊。像这样好好拜托你别讲好该好啊好啊我别再讲了该你不对呀今天来吃饭好不好我拜托我爸都会要不要是关你什么事你别像我母亲这样一直跟我干条条你吃饭你真
介意，你哪会对我讲这款话呢？我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你好呢。既然你若是后悔，你直接对我讲就好啊。你何必要对我安尼大声声呢？你卖给我考好，装恁的心肝，幸福是一步一步点点来看着生命失去光线。从天啊，要安怎来看破？人生啊是这呢啊可怕，一条歌要唱。就爱唱好大声，艰苦是自己的命。悲情的歌，凄凉的声，点点暗示着阮的心情。沉重的脚步，甲孤单做的伴。大声一阵一阵破葬，伊一声一声唱伊的歌。